中的宝珠婆，我叫努尔比亚努尔美媒体。你刚才所看到的夜市就是我们家夜市，走，我们看去我们夜市。这个夜市已经开了20年了，从开市的住户很少，到现在住户基本全满，又可以越来越多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我看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:30，看看我们家夜市，看看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画面，这个是他们家的羊杂炊。前段时间夜市刚经过一次大的改造，住户的经营条件都慢慢的好了起来，我也愿意给大家多多宣传，让更多的人能来夜市里转转，感受咱们喀什的夜生活。这家夜市是我公公家的产业，这几天老公出差了，所以我每天都会来夜市转一转。在夜市里总会有一些摊主的生意比较隆庆，这个时候我就变成了推销员，给他们拉客源。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的摊位拍拍照，发发朋友圈和抖音进行宣传，因此我们的关系很和谐。这是安尼瓦尔大叔在夜市里经营一个服装店。我和经理商量了一下，准备为他免去一个月的摊租。当安妮瓦大叔知道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很激动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挺过这次难关，越来越好。夜市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这个小摊往往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希望。当一个城市的夜晚来临，劳碌一天的人们在烟雾中吸取一身疲惫，觥筹交错间折射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那条素颜。万家灯火需要我们共同守望。